粉色珍珠音调。嗨，各位，没有错，今天就是贝壳马卡龙吃播，史上颜值最高，应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马卡龙吧？没有错，就是。看到贝壳，我就想到珍珠美人，就很想高歌一曲。但今天的重点就是要来跟大家好好介绍，因为这次吃播的关系，前面这一排是我定制的，我特地跟店家说，因为口味要多一点，画面才会美。然后后面这排是现在有在贩售的贝壳系列，但前面大家流口水吧，提拉米苏、抹茶、酒渍樱桃、起司、焦糖跟伯爵，然后上面呢，这真的超可爱的蓝莓、蜂蜜蛋糕、薄荷、葡萄跟芒果，非常期待。我跟你们说，它做工非常精致哦，它每一个贝壳上面都还有这种小珠珠，少女心喷发。OK， 现在半夜11点，非常的期待，我明天一定会胃食道逆流。Go！
好，各位没有错，真的太惊艳了。然后我又吃得非常快，所以我现在又觉得非常的饱，真的好幸福。你知道，每吃一口就是味觉的冲击跟视觉的响应，哇哦！然后我要先赶快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刚刚吃最后一个怎么回事？因为我本身对酒过敏，所以我其实不喝酒。但刚刚那个酒渍樱桃。我第一口吃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好吃，因为它的那个旁边的酱就像是优格酱，哇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我当我吃到那个酒渍樱桃的时候，我整个快哭了。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久的樱桃，我很怕酒的味道，所以真的太可怕，可怕到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怕我等下就送急诊，真的是不要浪费医疗资源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它整体呢其实甜度偏高，其实蛮甜的，就是相对我之前很推大家的这家的，相对来说真的比较甜，但是非常的好吃。我先跟大家说，我最爱的口味就是第一个蓝莓，你知道？好，首先它是紫色，这就算了。蓝莓不会抢掉旁边那个优格的味道，但是呢，像葡萄就有点可惜，因为葡萄味太明显，所以旁边的味道就盖住。所以我刚才会有点困惑，但是蓝莓真的是搭配得非常好。再来有一个必须跟大家讲，太特别了，就是起司。哇，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真的有咸味的起司，因为我之前有吃过其他家起司口味的嘛，但是没有那个咸味，它是真的很像那个，你知道有个夹心饼干中间那一层。然后再来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伯爵跟那个焦糖都有，里面都有焦糖酱。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有一点太甜，但是很惊艳，因为你会突然觉得。怎么会有一体的，还会牵丝？所以我觉得很厉害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，真的好想要跟他拜师学艺。如果他有开什么马卡龙线上课程，我一定会报名。对，再来我非常喜欢的还有蜂蜜蛋糕，因为原本我想说蜂蜜蛋糕厉害的点在哪，它就是塞一块蜂蜜蛋糕，no，它旁边是柠檬。就等于是柠檬马卡龙上面加的蛋糕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我真的觉得它每一个都好好吃，而且都每一个颜色都做得非常的漂亮、精致又可爱，真的是赞不绝口。但我好饱，我真的被刚刚那个樱桃吓到，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呛，好可怕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分享给喜欢吃马卡龙的人。拜拜。